今天带来赵云，刚刚上来就看见夏侯惇对我大乔妹妹图谋不轨，你别走，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大招留着对付火舞和典韦啊，讲的太大声，好像被他们听到跑得飞快。马超被李元芳单杀，我还是来晚一步。小小月塔，对面以为我会起手大招啊，对付你二技能就够了，大招拿来跑路。啊！谁知道草丛里突然出现两个彪形大汉，灵性走位躲过两个技能打我，笨蛋！你有闪现，你早说嘛！来到中路，刚过来就看见火舞带球转了，你有本事冲我来啊！我硬的不行，瞄准全力击，你这小身板吃不消的呀！一个个又欺负我大乔妹妹，夏侯惇你别走了，今天让你尝尝什么叫社会的毒打，一换二显然是不亏的。那火舞姗姗来迟，上去就是一脚，这没有计费吗？给对面炒作的机会，我就说腿长的美女不好追嘛，跑那么快，都怪这个李元芳，一个人冲到三个人中间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英雄救美也得量力而行吧。回头看到典韦，虽然是个残血，但我完全不慌的。小小走位躲过一脚，回头大招命中，三个对一个，没道理打不过你啊！哦，来到上路支援，我叫你们发起进攻，两个几乎满血的跑回家了，看不起我长山赵子龙。没办法，两个都交给我，一脚踩两个，先把火舞扛回去，再过来追李元芳。可惜没有惩戒，追不上，只能回来清理兵线。那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屁股后面出现两个大汉，搞得我菊花一紧。只能硬着头皮收掉李元芳，讲道理不亏，和火舞一起泡个温泉。河道魔拳擦掌，可恶的夏侯惇又过来调戏我贤内助，我搂不死你。一套技能先消耗，趁对面小脆皮不注意，再一脚踩下，没想到吧？之后被一顿毒打。火舞带球撞人还是厉害啊，回头还给我一镖，这时候我就可以说了，赵子龙硬的不行。现在半血没到，想去清理兵线，孙尚香就看上我的美色，假装撤退，还追，杀你个回马枪了。我说对面怎么那么自信，原来身上有个进化，但开晚了一步，满血秒杀了，不讲道理。好的，大乔和虞姬两个人又被抓了，你们这个有问题啊，虽然我想帮忙，但看到这么多人也是有心无力，先在旁边 OB 一波，典韦残血不肯走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送你回老家。夏侯惇不知道为什么跑那么快，孙尚香那是一脸懵啊，给我机会，一套伤害下来我变成残血，想回头反打，鬼知道这个伤害高得离谱啊，这暴击率就很过分。Oh no！ 观察小地图，看看敌方后排的位置，典韦劈头盖脸就是一刀啊，把我 MVP 都砍没了，这伤害有点吓人。那回头清理兵线，两个人不依不饶啊，往后面撤退，躲过李元芳的伤害，蹲草丛里看虞姬表演，两个都想踩，两个都踩不到，勉强收了李元芳。中路是安全的，但看到典韦这么嚣张，退一步越想越亏，冷一时越想越气，回头一脚，来嘛，和我硬刚，名单都保不住你了，虽然我也没得了。这时候马超不在，我叫队友开始撤退，诸葛亮发起进攻啊，野区黑的和什么一样，也敢乱走，你看看，瞬间被人秒杀。这时候我继续带兵线，终于要偷家成功了嘛，兄弟们拖住啊，马超叫我开心的上高地，我就欣赏你，大乔画了个圈圈叫我回去，直接就凉了，我很纠结，回去可能守得住，不回去可能就赢了，这你们怎么选择？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我现在就想虞姬多撑一会儿。好的，虞姬凉了，不是吧，你们守高地不行吗？非得守爱他。哎，对面五个人都在，随便来两个我就打不过了，早知道我回去了，最后输掉了比赛。好了，本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摸鱼的请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如果再来关注小弟就感激不尽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